在刘嘉玲与梁朝伟结婚期间，在刘嘉玲身上产生了众多负面消息，无子的婚姻、追随的富豪不断的绯闻。尽管两人的婚姻不被众人看好，但到如今看上去依旧是甜蜜恩爱。昨日适逢刘嘉玲与梁朝伟结婚五周年大日子，偏偏刘嘉玲身在希腊拍戏，梁朝伟又要赴美为电影宣传，这对令人艳羡的影坛夫妻本来商议好遥距庆祝，不过深情款款爱浪漫的梁朝伟照样为刘嘉玲送上神秘惊喜。据悉一早已委托专人替他于昨日木婚正日送上一大扎玫瑰花到刘嘉玲下榻的酒店，实行人不到心思准时到，为爱妻刘嘉玲送上神秘惊喜。刘嘉玲收到老公千里迢迢的心意，也喜上眉梢。即使与梁朝伟分隔两地，也照样甜入心扉。由于刘嘉玲与梁朝伟皆是影坛大忙人，婚后每年的结婚周年纪念大日子也未必能够年年一起庆祝。除前年两夫妻一起外游甜蜜欢度外，其余不是在工作中度过，就是低调未有向外透露庆祝方式。